由 Square Enix 推出的首次游戏新作《王国之心：黑暗之路》是和先前推出过的《王国之心 Union Cross》存在在同一个 App 内，并采用同时营运的形式翻新。在《王国之心：黑暗之路》中，玩家要扮演游戏中的大魔王塞亚诺特，体验他过去还没有成为耀刃使者的故事。游戏玩法偏向养成放置的形式，战斗时玩家透过快速滑动卡片来战斗，只要选择三种同色的卡片，就能够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。打倒越多敌人，就能够开启越多的剧情关卡，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能力值。不过玩到后期，一次就要几百只敌人才能够开启新的剧情，这时候比起手动，还是开启 Auto 让它自动战斗吧。